怎么了？您好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就是我今天在山上摔了一跤，不小心把脚给崴了，你可不可以送我一程？不是，你脚崴了，怎么还背那么多的竹笋呢？而且这个收竹笋的不是在上面吗？你背下去干什么呢？就是我在山上摔了一跤，脚崴了嘛，然后我走路比较慢，我走到这公路上的时候，那些收竹笋的人都走了，所以下面还有一个点我要背下去嘛。哦，下面那个点我知道，走路下去的话要一两个小时才到的呀，而且你这个脚受伤这样不行的，很危险的。还有你这个竹笋他们走了的话，你放在这里明天再卖给他们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这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个竹笋明天就变色变味了，然后就没人要了，我今天就白忙活了，所以我要背下去卖才行。啊，你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等一下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来，我扶你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放在这里吧。嗯。你脚伤的严不严重啊？走路的话不方便。你看你脚都受伤了，你还背那么重。嗯，这样吧，你这个竹笋的话，你看你背下去的话，它也太麻烦了。然后你直接卖给我，好吧？卖给你这么多竹笋，你吃不完呀？你买这么多竹笋干嘛？你一个人？不，我那边朋友多，我是过来旅游的，然后顺便来体验一下这个打竹笋是什么样的。然后我顺便准备买一点竹笋回去。但是这个竹笋你又吃不完，这吃不完的话那个变味了就不好吃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朋友很多的，一人分一点就行了。你看你这个你们这边收的是一斤多少钱呢？我们这样背下去卖是5块钱一斤。啊，5块钱，你这个大概有多少斤呢？100斤左右。嗯，对。那你全部卖给我吧，好吧？全部卖给你。嗯，100斤就算100斤嘛。嗯。那你要的话，算90只吧。没事，100斤，你这个有100斤的，没事的。你一个人买这么多？没事，我把这个，来，我把你看你背下去的话也挺麻烦的，而且你这个脚受伤了，你看。哎呀，真的是太辛苦了你们。没办法嘛，我们这个是打竹笋的季节，都要上山打竹笋。嗯，好吧，那这样吧，你这个这里，我看看，有1000块钱，然后500块钱的话就是竹笋的钱，然后另外500块钱的话，我看你脚也受伤了，就当做你休息几天。休息一两天吧，就是你也不去，不要去了，然后这个钱的话，我就表示给你一个心意。不行，我就拿500块钱就行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们不能要，不是多的我不能要。我呢也不是一个，没事，你拿着。帮我这么大的忙了。这样我跟你讲，这个多的我真的不能要。这个钱不是。这个钱的话，你们挣的话确实真的很辛苦，但是我呢也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但是这500块钱对于我来说，我挣的话比较轻松一点，所以说你拿着好吧。这怎么可以吗？我就拿我一等的就行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就不要这样了，好吧？拿着，拿着。那谢谢你啊，真的是。没事，你那个脚，问题大不大？要不要我送你到医院去？没事，我这个休息。在家里面休息一下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去医院。那好吧，那这个竹笋的话，那我们一起把它那个身上。来，你慢点，要不我来吧。你一个人抬不动的，就太重了，我们一起抬吧。你小心一点，你小心一点啊。
真的是挺痛的。那谢谢你了，大哥。没事没事。那你是现在是下去了吧？要下去吧？回去吧？不是，我是住在那上面的。我们还住在上面啊？对，就是那边。我怎么住？打帐篷住在上面打住宿。哦。那你就慢一点我。是上面那些小帐篷，就是你们住的吗？对对，我们如果住在那下面的话太远了，所以我们住在那上面。都住在山上的是吧？对。那你这个脚不方便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走回去就可以了。我这个现在又不背东西了，这个、没事没事，你看你走路的，现在马上要黑了，我还是送你上去吧。来来来，没事的，这个太麻烦了，我就走上去就行了。不用不用啊，你开车的话挺马上又到了，如果你走路，你看脚也不方便，我送你上去吧，好吧？那太感谢你了，没事，来吧，谢谢你。慢点慢点，我把你的车给弄脏了，我还是不坐了吧。没事的没事的，我车本来就看我这身没事的没事，这么脏我就没事，我车本来就不干净的，没事，你上车吧，上直接上吧，没事。不用不用，你就直接上去就行了。你看我全是泥巴，我这个好下来垫。没事，不用垫了。慢点，你那个脚小心一点啊！要自己注意安全啊！好，嗯。